大家好，听哥，今天呢又到了我们听哥虾皮买什么时间？欸，我是虾导老板，等一下，今天不是你主 key， 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虾导播啊？我虾导播啊，你看你的牌子，欸，小虾，你是小虾啊？大虾是旁边那个，为什么是虾主变龙虾？好看之前，那第二杯啊，小虾打开啊。好啦，那你当一日虾导播啊，一日系列，一日系列哈。那今天你主导啊，你主导。那我们今天虾导播，你需要我帮你什么吗？小虾可以帮我先做一个猜帮我弄。好，那你要我猜哪一个？我们先这个好了，先这个是不是？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美极品的三角无线自拍棒粉金组合。好，那由虾助理来帮你开哦。可以，虾助理请。好，请服用，请服用。好，来，我们先打开。虾助理小心啊。欸，那个今天不要算他先生。哎呦，哎，很漂亮，一个魔幻力量的一个颜色，很漂亮哎。来，那产品由你介绍，我开箱拿给你好了。好，来产品给你，谢谢，一个传承的概念，传承概念。哎呦，好，这也给你。好看什么？哦，它还有一个套子哦，收纳套是不是？收纳套，好，没了。好，那你讲一下它有什么厉害的地方？好啊，那这第一个，它这个屁股这边，屁股，它有个屁股，哎，它屁股该怎么样？要把它转开。转开，它这个可以拿来插图，就是如果你在插什么，在野餐，野餐，不知道那个吗？等一下不是有一句话，一句英文，英文，野餐，小虾，你没上英文课啊，小虾。哎，欸，我不会。好，我跟你讲 ，picnic。哦 ，picnic。哦，哇，虾导播好厉害哦，虾导播为数不多的，好的那个词汇里面其中一个。好，那我们就，哎，欸，所以这一个就是野餐的时候可以插在土里面，插在土里面，然后你就可以开始享受你的那个户外生活。假设欧里去外面跑的时候，对，插在那边可以记录他一天啊，直接开直播。哎呦，哎，欸，我觉得这个很特别，这个不错，这很特别哈，一般没有，这个可以，它是收纳也很方便。对，你不要的话，你就把它捅回去，就啊，等一下捅回这样捅回去，对，然后再送回去。哎呦，这可以耶，轻松自在，没有负担。好哦，然后呢？然后它这个，而且我觉得这设计好像比较适合女生，你有发现吗？从颜色上就比较适合，颜色它是有点像那种独角兽的颜色。独角兽，现在那个高中生很流行用那个独角兽的贴图。你说我是高中生吗？我们导演啊。哦，导演是高中生，导演最喜欢高中生。他有时候跟我说，哎，那，啊，这个好，这不好意思。哎，那我想要知道它全长多少，因为通常那种自拍棒都有长度嘛，把它全部拉开，哦，最长。对，我刚刚也是说最长，对，最长它是可以到117公分。117公分，小强，那个是超人动作吗？对，哎，欸，那你可以帮我拉开吗？它是怎么拉开？哎，欸，给大家看，这边有个锁，哦，来，然后呢，我们就现在拉开，先拉开，我看一下，哎，欸，刚好可以扁到。你怎么知道我？我就知道你刚好可以开舵，开舵那个，哎呦，这可以耶，欸！但是你知道一件事情吗？我觉得它很轻，它真的很轻，它这个是168克。各位，我没有骗你们，因为一个自拍棒呢，最重要就是要很轻。对，像那台 iPhone 11大概是多少？188克，哦，真的168克，所以它比 iPhone 11还轻，还轻，等于是你这样架在上面，就是你拿两台 iPhone， 对，根本不会重啊。对，哎呦，哎，欸，这解释很，果然你是虾导播哎，可以啊，可以。可以哦，那还有什么炫的功能？还有它有一个这个，哎，欸，这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直接架起来好。好架，我们架起来给大家看好不好？好不好架？架啊，这个比烤肉架还好架。好架，而且这个是啊，这个我可以直接帮你介绍了。它这个就是蓝牙的那个自拍的按钮啦。提它这个地方啊，它是有一个，哦，这边有个长度，它一个扣打啦。嗯，然后呢，你就把它往下拉。哦，下拉，下拉是选单。哦， okay, okay. 对，哦，然后我们的手机就可以把它这个安置在这个对的位置上了。哦，原来说对的事要做1000次 ，do a rising， 读 a rising， 哦，现在教英文呢，哦 ，OK， 那是那个啊，有一个医生说的啊，哎，欸，就可以了，就可以了，哎，欸，真的哎，而且其实你知道，他这边一样可以拍照不求人，对，就自己也可以架着，它是专利的三脚架，专利三脚架，你看。它就是一个专利下来，我下来一点，因为我要让那个镜头看得到，有没有？那你就可以这样子，好，你扣住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你可以自己做调整，可以调整，而且，哎，欸，它也可以这样子，欸，横三百六十度，360度哦。对，那你看，我们俩就可以自己来了，哎，欸，耶，是不是？哎，欸，这样它太高了，还是我们俩太矮？我觉得是商品，是商品问题，对，它太高了。哎，欸，你看啦，啊，这样子就可以开始，哦，开始，我们可以开始那个啦，就是直播。我们要当那个啊，直播主啊，新一代直播妹啊，直播摇起来啊，妹。
然后还有一个收纳袋嘛，有收纳袋其实蛮方便，不然你这个东西有时候不知道放哪，会怕放在包包里撞到什么的。对，哎、欸，但其实我觉得说，我觉得它最棒的就是轻，然后收起来呢又很小只，小芝麻，小芝麻很重要，因为你知道，因为女生包包没有很大，大家以往会觉得自拍夹都太重，对啊，所以拍个照干嘛那么难？对，所以他想很轻，我觉得这件事还可以，这还有另外一个用途啊。什么用途？走在路上，女生会怕会安全的问题嘛？嘿，放在包包，如果有一个坏，像这种就是看起来比较猥琐的坏人，我们就拿起来，他以为我们很小只，没有，我们117公分，对，直接打击坏人。喊我给你这样，大家知道谁是老大、啊。好，可以，可以。哎、欸，那我想问第二个产品是什么？第二产品，好，好，我们先拿。哎、欸，这产品可以，这产品可以。好，我们放旁边。我想知道第二个，安置在旁边。第二个是什么牌子的？一样，美极品、啊欸。今天是美极品特辑啊。哦，今天美极品特辑啊、哦。那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一个，哎呦，这个它有一个收纳盒哎、欸。大家看这个，不要以为是什么耳机，没有；不要以为是什么霸王，没有。哎、欸，那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来，看一下，来，好，来，月光宝盒，来这个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就是你夹在它的前面的镜头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可以用什么鱼眼啊、广角啊，就是一个外挂。哎、欸，给大家看，给大家看，是外挂，这有一个外挂，有鱼眼跟广角，然后它还可以，它可以怎么样？它还可以打灯，屁，真的、啊，它可以一闪一闪这样子。请来，我们先看。这边有两个按钮，上面这个就是上面外围的部分，外围灯，对，那个下面的部分就是它中间。哦，有，中间也有了。对，它是可以组合，然后你也可以说，哎呦，还有黄灯哎。对，它可以做各种组合，各种搭配。就是、说所以它这样子三种灯光的话，可以有多少款的光源啊？总共配在一起大概有15种。哦，15种哦。嗯，你可以自由去调配，因为有些人的脸可能比较暗沉，哦，可能需要一些这个神奇的光线打他脸上，让整个人看起来比较舒服。那它的这个亮度的流明数是多少啊？70。哦，70哦。70就是一个标准，可以。哦，所以它就是有白光、黄光。还有最佳的拍照的自然光三种光，其实我自己是比较偏爱自然光啊，要 natural 一点嘛。哦，对对对对，不过你讲这么多，我希望你把它加在手机上给大家看一下那种感觉。哎、欸，它会不会也很重啊？这个可以给我拿看。哎、欸，这也很轻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他们家是专门在做轻的东西，是不是？就是现在可能老板娘是小芝麻嘛。啊，老。嗯，继续，请你继续，叫铁手不要看，好，快点。哎，对对对对，还有一个特别要跟大家讲的、啊，就是不要再小芝麻，小镜头，小镜头，这样，一个是鱼眼嘛，一个是刚刚讲的广角，广角，然后你要怎么画？因为你不可能说我先夹这边，然后我要夹，我再把它。太哦，对对对，不能那么深入嘛，对对对对，我们就是10公分，就10公分。好，所以它可以怎么做？它可以这个旋转，来，我们这边可以做一个，哎，来。哦，往右转，往右转就可以。对，往右转做一个切换的切换，往右转切换。我觉得我们要秉持实测精神，我们一个实验者的。对，那我们想要看一下它的超广角是不是真的有广，我们就直接来录一段，好不好？好、啊。那我跟你讲一件事情，这一支派上用场。哦。我跟你讲，哎，就写错。自拍不求人嘛。哦，不求人。对，那我们定在同样一个位置。好，先这样好不好？好。但我们等一下又要保持一样的姿势，因为这样才录影才准确。啊、好，那我们现在是用 iPhone 的前镜头嘛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先录一段，你看哦，我们就还没有把你的这个自拍神器放上来，外挂，外挂哈，好，我们先拍一段。哎、欸，你怎么没讲话？哎、欸，宕、欸、机、欸、了，宕机了，好哦。那你不然你说你是瞎导播啦，取代我。大家好，我是瞎导播，今天担任一日龙虾，觉得特别开心，鱼有龙颜。好，好，啊，太多了嘛，好，太多了，太多太多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它夹上去了好，来、欸，你要保持，你不能动哦。好，我不能动。哎、欸，如果一日瞎导播动的话，其实你刚录制就可以直接夹上去了啦。被点了，哎、欸，好凶哦，好凶哦。哎、欸，其实好像上面，其实有哎、欸，上面出来了。对啊，你看哦。其实差很多哎、欸，来来来，再次，来，大家好，我听歌，大好龙虾，哎，你有发现？我觉得最大的差异是感觉我们天花板变高了，这边变高，就是上面这边变高了，有没有？这里，对吧、啊？这里好像对，而且可以再塞两个我。重点是它也变宽了，有刚刚好像我的脸好像只有一半，我啦，对，因为刚刚很故意啊，因为你是一日小导播，所以都要照你啊，啊，我是切一半。就现在我们两个都可以复原了，复原路径哎、欸、reset 哎呦哎有差哦哎、欸、那如果变鱼眼会不会怎样？会不会我们两个很好笑？那我们就继续录，我们这边还是继续录啦，然后我把它转成鱼眼，往右，对，
王在那个 X Park 里面啊、喔，王是那只鱼啊、喔。我好像没有加好哈，但是有鱼眼的感觉了。你看冷气出来了，有冷气在上面，在那里在上面，有鱼眼感的啦，但我没有把它加好了。哎呦，还打灯哎、欸。对啊，我们这种雾里看花的感觉特别棒。对，可以哎、欸，来，你看哦、喔，我想最后给大家看，它夹起来的感觉是这样，你有看到？哎、欸，可以，你今天介绍的产品我觉得可以，可以让你可以成为一日这个直播主，一日网美，一日网美。好吧，那大家麻烦到17找我，我开频道。好，我在18可以找到我。你确定吗？现在直播有很多平台哦、喔，有这么多人。好了，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分享，你要直播或者是想要自己录影的话，我觉得这两个神器其实还不错哦、喔。对啊，这个套餐也不会很贵啊。其实我蛮喜欢的，你可以跟厂商讲，叫这两个我不想还了。好啦，我们就谢谢厂商，谢谢厂商啊，谢谢，拜拜。